我感觉闽南这边就是整体城市的风格会更细腻一点，大家好像都是很慢生活的一种节奏吧。我们邢埔里是福建三大以里之一，不管是头饰也好，服饰也好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。通过这种体验了解到这种文化，这个头发可能要1米多长，这个花会根据季节，前面看漂亮，后面看热闹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他们每天在做这件事情，是享受其中的，并且互相传递这种幸福感和祝福。水头头鬃鱼，爱水金波鱼，阔阔大鸡衫，头花插起起。